但还算是非常压制力啊。Smitsky 打到右半边第二十轰了，现在差一分哦。哇，今天变全垒打大赛，海盗队团队三轰，天使队这边团队两轰，而且 Jeff Swinsky 这一支全垒打也飞了439英尺。嗯，又是卡特球挨轰。现在海盗只差一分，来看这颗卡特球，嗯，没有投到捕手要的位置哦。对比刚才上个半局就是四局上半崔志。